两尊面容憨憨的佛像出现在屋顶上，一尊呈攀爬姿势，一尊则双手合十，但两尊佛像的体态都是肉肉的，而且都没穿衣服，看得两名大妈直发笑。一个广济阳，一个广宁的。佛像所在的位置是山东济南一家火锅店的店面屋顶上，这两个大型雕塑裸佛攀房一亮相，立刻吸引了当地不少民众前往观看。看到那边有人在拍，我就感觉挺新鲜的。挺新鲜的，两尊大佛也在网络上造成轰动，还有网友戏称他们才是正宗的佛跳墙。不过呢，大佛才亮相了两天就被拆掉了，据传是当地管理部门以妨碍市容的名义勒令拆除，但相关单位澄清，雕塑设立和拆除都是商业行为，政府并没有干预。记者博怀真编译。